老婆踢波顶呱呱，有嘴巴叫到赞他，伸手最堪夸，伸手最堪夸，小子最可嘉，小伙子最可嘉，真发脚发人练夜练真功夫冇花架，踢得好哗啦啦，活力拼劲加两把，射波珠色创新，一丝不会差，攻啊攻，快抢攻，射啊射，射他吧！穿梭对手之间，独有脚法像幻沙，欢呼声与赞美出于他的脚下，攻啊攻，快抢攻，射啊射，射他吧！扭得好，踢得鬼马，可称霸只有他。明王队长萧志强守住南国龙门进攻，佢会唔会射入决定胜负嘅一球呢？大家睇住嚟啦，我萧志强一定要将呢场比赛结束嘅。南国队三个后卫赶上去啦，梁仔、鲸鱼、中山，我点样都要截住佢噶啦！小志强避开咗王仔嘅左截，南国后卫左右铲咗左截啦。我识啲气唔到作用。咦，佢忽然间扑咗喺度喎，可能系极度疲劳同埋撕避对方嘅左截啊，令到佢体力冇办法支持落去。好机会，哈！激气啊！南国队梁仔成game局中嘅多只狗。我又是失手啦！志强哥，我嚟啦！会唔会呢个波俾德姐抢翻啦？明王队仲有机会嘅，德姐会唔会把握射球嘅机会咧？正啲啊，德仔！志强哥，德仔中个波，用力射去俾小志强。呢个波传得好靓啊！不过目前嘅情形睇嚟咧，小志强可能射唔到球啦。系啦，每逢你传球俾我嗰阵，我一定要射球嘅。看住嚟啦，嘿！志强哥哥，争取胜利嘅雄心鼓舞住小志强，佢用尽全力跳起啊！看住嚟啦，林元三，胜利系属于我哋明和队嘅，嘿！如果俾你射入龙门，我到底为咩而嚟呢？嘿！林元三啊！余生接到个波，哇！个波冲力太大啊，将余生直向后推。啊！一个撞埋龙门条柱，然后跌落地下，唔知余生有冇事咧？我接住咗啦，上啦！林余生喺呢个时候，球证吹鸡，加时比赛打完啦，继续苦战。加时比赛双方都互不相让，结果是0-0。全国少年足球大赛总决赛，南国队对明和队在加时赛中仍然未分胜负的，率先又再举行加时赛了。打到下半场最后嗰阵咧，双方球员已经攰到唔喐得噶啦，但系仲要继续再打多十分钟。不过假如冇胜负的话，就不会再有一次加时赛了。球证唯有宣布双方都是优胜者。总言之，而家双方嘅球员咧，仍要努力再苦战十分钟嘅。我哋大家睇波嘅已经都攰到不得了啦，所以一谂起刺猬佢哋就觉得佢哋，哎呀，其实都已经打到咁嘅地步啦，就算两队冠军都冇乜所谓啦。到咗呢个地步，我亦冇咩说话好讲啦，仲有十分钟，大家尽量休息下啦。系，我相信对方一样系好攰嘅，唔好输喺气力方面啊！最后十分钟，大家拎出最后嘅气力去打。系啦。假如两队都会得到冠军，小志强同刺猬，你会选择哪一位啊？你可以放心得了，关于这件事我有分析。
船长啊，全国少年足球大赛的总决赛就快打完噶啦噃，你认为点啊？两队的队长一定是很努力的啦。系啊，慈惠，爸爸相信你，你一定会赢的。啊，是天虹哦。啊，天龙下面就是我的家乡，刺猬这个时候在足球场上可能打赢了很开心都不定的。场雨对于双方苦战咗咁耐嘅球员嚟讲咧，的确系一场及时雨嚟噶。哇！呢场雨真系落得好啊！系啊，我啲背气都好似冇晒咁噃。好啦，争取胜利嘅雄心咧又涌上嚟啦。以前我哋同收治队同埋南国队比赛嗰阵咧。都冇举行到加时比赛嘅，所以唔可以同刺猬一比高下。点解你咁样讲？的确系啊，袁三。如果嗰场比赛有加时战嘅话，一定会系南国队赢噶。梁仔你都讲得几轻松喎。系啊，当时你因为整伤只脚，所以根本就冇出场比赛，系唔系啊？哦，系咁样咩？揸座凳揸低啫嘛。我记起啦。那次比賽呢，我和岸田一起向總監提出要替梁仔出場啊。後來就捉住泰來出場咯。當時我都有在觀眾席那裡看球啊，志偉和泰來呢，在那陣時已經開始是一對最佳的拍檔來的了。正話落那場雨很有效啊，你們個個看來好像精神爽利沒事一樣，是吧？是。總言之，再努力十分鐘，就算今次打和啊，不過兩隊都是冠軍來的。咁又系嘅，应该满足啦，因为我已经尽晒力啦。我话唔得啦，总监，你记唔记得啊？我哋第一次同明和队打系输咗，所以今次决赛唔赢佢哋，根本就唔算系真正嘅胜利啊！喂，刺猬，正如头先刺猬所讲啊，咪以为打和咧就心满意足啊，咁啊等于失败嘅咋？南国队喺再次加时比赛中，你要出尽最后气力去打，一定要赢噶。既然你哋决心要打赢，咁啊更好啦！好啦，争取胜利，拜托晒啦，各位。系。要不断进攻，全力进攻啊！啊，队长，大家系咪攰到唔记得咗啊？吓，明和队嘅足球系必胜嘅足球队，唔系以打和为目标嘅足球队，为咗要赢，一要全力进攻啦。一啲都冇錯啊！雖然係話兩隊冠軍啫，但係優秀錦旗只有一支啫。你知優秀嘅錦旗無論如何都要由明和隊攞到嘅。再加時賽，大家努力啲啊！知唔知道？係。比賽快開始啦！兩隊球隊請到球場。比賽快開始啦！兩隊球隊請到球場。我、泰來，你有咩事啊？老實講啊，刺猬。我觉得再打下去的话，我可能会连累大家都不顶的，所以我真的。那即是说你只脚很痛啊？只脚痛不是问题啊，就算我只脚真的断了，我都要出场的了。不过现在这样的情形。泰来你说什么？要射入健威把守的龙门，没有你帮手是不得的。不过我。没错了，泰来。要想射入对方的龙门，除了你和刺猬之外，好难找到一对咁好嘅拍档嘅，喺最后嗰几分钟之内拎出你哋嘅最后力量，等佢哋开下眼界啦。防守方面你哋唔使担心，全靠扎实咗只脚，我仲可以挨得住嘅。呢场再次加时赛，前半场嗰五分钟咧，等对方进攻先啦。咩话？刺猬同埋泰来为咗最后攻击要保存实力，上半场冇进攻。不过咁样，其他队员就要守实啦。无论如何，上半场唔好俾佢哋攞到分啊！下半场咧，我哋猛烈进攻啦！哎呀，林元三啊！到时咧就要靠你两个噶啦，只有呢个办法去赢明和队噶。
冇错啦，要赢明和队就只有呢个战略嘅啫。我都赞成咁样做啊。志伟，泰来，泰来，志伟，我会努力嘅，无论如何都要争取胜利嘅。两队嘅球员而家出场啦，再加时比赛系共十分钟，一样系分上下两场嘅。明和队、南国队双方球员而家已经各就各位。好，仲有十分钟啫，大家努力啊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，南国！加油啊，南国！加油啊，南国！喂，努力打啊，知唔知道啊？明和队加油啊！自从比赛到而家，有一个观众都冇中途离场嘅，个个都全神贯注，个个都望住球场。好啦，而家由明和队开波，再次加时比赛开始啦。好啦，进攻啦！系。控制咗个波，交俾小志强。接住嚟啦，明和队！小志强猛烈向住南国阵地进攻，无论点样辛苦，仲有十分钟。明和队拎出最后的力量开始总攻击啦！大家记住要心实啦！南国队后卫都好搏命啊！呢五分钟要防守到底啊！而且志伟同泰来要下半场出击噶！南国队你睇住嚟啦，胜利系属于我哋明和队嘅。南国队有冇办法阻止呢种攻势咧？小志强继续喺度南国龙门冲过去。听到咁大声嘅欢呼声咧，已经知道系好紧张嘅时刻啦。小志强将个波传俾自己嘅队友，自己就向住龙门前面跑过去。哎呀，好波！正门开始集木铲过去抢波啊！个波俾明和队嘅夏木攞咗，双方球员喺最后加时赛中表现得非常之出色，令人感到意外。系咪正话嗰场及时雨，令到所有嘅球员攞出最后嘅一分力量咧？夏木将个波传俾德仔，哎呀弊啦！明和队主将德仔控制住个波，佢交波俾萧志强啊！快啲 mark 实佢啊！志强哥哥，德仔配合萧志强将个波传出去，好啦，德仔成功咁将个波交翻俾萧志强，两个人嘅传球脚法咧，的确系相当高明啊！令人想翻几年前全国最闻名嘅松山同加藤拍档打法。但系小志强点啊？佢会唔会射球咧？唔可以俾佢射波噶！南国队员曾贤良仔冲过去想阻止小志强，但小志强冲出去跟住射波，连三接住咗呢个波啦！激气啊！南国后卫的确用尽气力去防守嘅。好啦，你啦。呢就轮到南国队反攻啦！继续攻啦！南国加油啦！南国加油啦！小心啲啊！佢哋反攻啦 ！mark 实志伟同埋泰来啊！好嘞！连三射球，正步。咩话？做咩？点解攞到个波唔交俾志伟去射球啊？南国队系咪打算将个波交俾刺猬同泰来呢？明和队后卫掹人系掹得相当紧嘅，而家正步传咗个波俾中卫，中卫交俾边个呢？交俾梁仔。究竟咩事呢？南国队反攻只系将个波传嚟传去，冇平时嗰种拍力喎。咁做可能系有理由嘅，刺猬同泰来两个黄牌球员。一直都冇乜点走动过。啊！你哋喺度究竟做乜嘢噶？唔好俾对方一直保留住个波先得噶嘛！抢啊！快啲抢翻个波！快啲去进攻啊！系。企喺度嘅明和队员而家去抢波啦！南国队缺乏精彩嘅攻势，呢个时候明和队冲前抢个波，又系明和队进攻。吓我！个波有少少强度，你继续前进。
好污啦！南国队嘅刺猬同太来喺前面等紧佢啊！你呢？啊！刺猬同埋太来做咩咧？点解会咁样嘅咧？小刺猬好容易就冲过去啦喎！如果佢两个着伤好严重，冇办法阻止，真系奇怪啊！啊！刺猬啊！咁嘅情形對明和隊好有利啊！小志強一口氣衝入南波陣地，大家跟住我啊！我要幫個南波隊個龍門啊！截住佢啊！無論如何要守到底噶！好啦，德仔，去啊！小志強將個波交俾德仔，德仔搏命衝去龍門前面。哎呀，可惜咧，袁三伯出嚟就将呢个波接住咗。南国守龙门袁三冇事，呢球入唔到。林袁三好嘢！袁三果然厉害啊，真不愧系一个有名嘅守龙门高手。不过我一定要射入你守嘅龙门噶。到底南国佢点样去进攻呢？德仔好容易就抢咗正步嘅波，然后传俾小志强。再次加時賽打到現時為止，南國隊攻勢雖然不是很精彩，不過後衛的確步步為營。小志強和德仔方面的確是無懈可擊的，其他隊員也不讓對方控制住個波。嚟啦，澤夢！澤夢將個波傳俾小志強，射！可惜啊，又被袁三接到啊！袁三好容易就接住咗个波啦！小志强本来系射球高手嚟噶，而家咁嘅情形睇嚟咧，亦都冇晒办法喎。仲有一分钟啊，无论如何要坚持落去。我只脚似乎支持唔住啦。南国后卫搏命咁防守，而家都露出疲态啦。大家努力啊！点解唔攻过嚟咧？唔通佢只脚痛得咁犀利？系咪希望两队打和就算数咧？我点都唔会相信刺猬会希望咁样胜利嘅。喂，上半场就打完噶啦，日月系咁样打落去啦，知道吗？系，知道。系。奇怪啦，唔通佢打算喺加时比赛下半场攻击？好啊，去啊！袁三而家扎球。就快够钟。小智郎点咧？两球中袁三扎出嚟，个波截咗。不过而家咧，只系剩翻唔够一分钟嘅时间，连猛将小智强都露出疲劳嘅状态啊！南国队后卫而家去抢波，冇错，一定系咁啊！队长啊，南国队嘅战略系上半场唔进攻，一于死守到底啊！等刺猬太来充分休息，打算下半场猛烈进攻，争取胜利啊！咩话？就系咁样啦，小智强。仲差三十秒啫，我哋会咁样防守到底嘅，小主角。哼，冇所谓嘅，你哋采用咩战略同我哋冇关系。我哋唔理上半场抑或下半场，总之要继续彻底进攻。主角哥哥，哎，我帮你传咗俾小主角。林元三，你睇住嚟啦，有本事就接到我救啦。梁仔要接小主角啊，哎呀，接唔到啊。接住佢啊，我俾佢射球啊。好啦。小志强个回头的确好快，上半场唔可以失分嘅，如果唔系，我哋嘅战略就等于前功尽废啦。小志强继续向住南国龙门冲过去，南国队后卫在嗰边，估唔到小志强冇射球，点解射咗出去？点解我会咁做咧？哦，原来箭威跑过嚟接住呢个波，继续向对方嘅龙门进攻。去啦，健威，你而家应该有足够嘅体力噶，而且你射球都好劲，喺明和队当中，你射球威力唔会比我差好多嘅。去啦！队长，你讲得好啱，我赞成你嘅意见。唔理对方用咩战略，战斗当中如果唔进攻，就等于失败噶啦。
袁三到底会怎样对付建威的进攻呢？袁三，明华队用什么攻势？等你开下眼界啦！袁三小心啊！建威射球。喂，我正接住呢。但系袁三一样接到。啊？啊？袁三成功咁接住咗建威嘅波啊！球正取得，加时比赛上半场打完啦。好嘢啊，袁生！教官就系真正的坚守到底啊！果然喺呢个位置，龙门嘅左下角就系守龙门最难接到波嘅地方。佢做守龙门就知道守龙门嘅心理。袁生真系好嘢啊！刺猬、泰来，到咗下半场就要你两个进攻啦！泰伦、林元三做到把守住个龙门，上半场令到明和队冇办法射入一球，下半场轮到我哋进攻噶啦。要知道呢场比赛嘅结果，咁就要睇下下半场点啦。喺最后五分钟里边，南国队同明和队究竟攞到总决赛优胜锦旗嘅系边一队呢？君しかいない。これが最後のゴールデンコンビプレーだ。明和ゴール前、石崎くんがセンタリングを上げる。そして俺と美咲くんの時間差オーバーヘッドキックでゴールを狙った。